每个高度发展的文化的国家里，其实美学是在每一个国民心中很重要的事情，它是一种自我要求的表现，他在生活中可能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呈现给别人，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礼貌和就是让大家觉得舒服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状态。我觉得美学是我们对生活细节的累积，更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坚持。其实音乐家一直都是在处理这件事情，音乐里面就充满了结构，其实就是把不一样的音它在怎么样的状况下组合起来是最和谐，再根据当下的情景还有我们心中的一些感动把它再组合起来变成旋律。我就对身边的环境有所感受的时候，在美学这一块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更独特，就像 whisky 一样调和出一个最完美的呈现，我觉得这就是美吧。哎 cheers。艺术品透过了解构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一个印记，就如同皇家礼炮一样，在皇家礼炮里我们可以享受到最完整的苏格兰风味版图，利用谷物和麦芽不同的风味交织成我们喝到的每一口佳酿，同时调和麦芽威士忌当中很多的柑橘香甜、水蜜桃、李子的香味，调和谷物带来的太妃糖、牛奶糖、焦糖口味的甜香，还有最经典的21年调和威士忌，平衡的风味，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它。